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文艺》，我是主持人韩佳。本节目由中国匠心珠宝品牌六贵福冠名播出，向经典致敬，为幸福闪耀。以新农村新生活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将镜头对准农民最为朴实与纯正的情感，真实地描摹他们的所想所思。这些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域特征的作品也得到了广大观众们的喜爱。柴米油盐酱醋茶，家长里短百姓家，福乐安康大中国，幸福你我他。敬请收看中国文艺系列特别节目《幸福中国》。土地既是养育农民的母亲，也是他们劳动奋斗和求生的舞台。经典的陕民歌《南泥湾》歌唱的就是八路军战士为求生存开荒屯田，将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在党和政府的各项惠农支农政策的支持下，西北地区相对贫穷落后的农村面貌也有了可喜的改变。下面小品中一场喜气热闹的婚礼，让我们看到发生在西北乡村里的乐事喜事。新婚夫妇也用手影诠释狗撵鸭子呱呱叫的新农村幸福生活。我们村啊，那叫一个缺水呀、啊，家家那叫一个苦，嘿、哎，娶个媳妇儿都娶不上。哎，今天国家的富民政策好了，帮我们修路打井惠民生。哎，这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哎，这钱包是一天比一天鼓，这肚子真是一天比一天大。今儿齐哥结婚，大家伙高兴不高兴？高兴。你们想不想娶新媳妇儿？想，我也想。婚礼正式开始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回来回来，捣乱！跟你们说，咱呀、啊、让齐哥把新娘子盖头掀起来，咱瞅瞅啊。让你灵感重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你的脸儿红又圆的，好像那苹果到秋天。哇、哦！新娘子漂不漂亮？漂亮。就这么让他们入洞房，行不行？不行。那不行怎么办呀？演节目，演节目，演节目，演节目。好了好了好了，听我说啊。齐哥和嫂子那是咱们新农村文化活动的带头人，经常代表咱们乡出去演出，今儿这大喜的日子是不是应该表演个节目啊？是。好，那我们就用双手给大家表演一个。等等，双手，我们两个新学了一段手影，让大家先睹为快，好不好？好。哎，你看这掌声一多，吃的就更多了。吃饱了，弹个脑瓜分吧。生活呀，那是狗撵鸭子呱呱叫啊。哎，他们表演的好不好？好。送入洞房。
不单单有鸟语花香、鸡鸣狗叫的牧歌式田园生活，它的文化与艺术也是让人赞不绝口。在2015年元宵晚会上，杨磊、田浩、尚大庆将陕西户县的农民画融入到小品《卖画》中来，一幅幅色彩绚烂、极具乡土气息的绘画作品，展现出一派欢乐祥和的农家幸福生活。吃了大枣脚好运，吃了大枣挣大钱，来吃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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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大姐，大姐，你这没有人吧？大姐，大姐，大姐呀，大姐夫，大姐呀、啊。我留着辫子就是大姐吗？啊，我前面还长着胡子呢。哎呀，你真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呀！你什么意思啊？背后看阳光灿烂啊，一转身吓倒一片。您真幽默呀，大姐夫啊！我咋没有见过你？你是哪个村的？哎呀呀呀，还哪个村的？你们哪个村有我这样呢？有我这样呢？有我这么 fashion 呢？翻身，哎呀，穿成你这样在我们村真翻不了身啊，让狗咬死你。大姐夫，哎呀，又怎么了？你是要在这画画呀？对呀、啊、多少钱你的画？这都不重要啊，最主要的是我想通过我的作品感染人，感动人，你能懂吗？我懂，你的画不要钱，白给。你没懂。这样，你卖你的枣，我画我的画，好不好？咱们不要互相干扰啊！谢谢啊！好好好。大姐，大姐，他是大姐夫。哎呀，呀呀呀！对不起啊，大姐夫，我给你打听个道啊，问你大姐去。哎，谢谢啊。大姐，大姐，两口子，你跟他的两口子呢？大姐，你老公这怎么意思？这是你才是他老公呢，不是两口子呀？多新鲜呢！不是两口，你们俩大姐大姐夫的，这是。这是大姐，那个去枣花村是往前走吗？我就是枣花村的哟，在前面。哎呦，谢谢啊！哎，大哥啊，你是来枣花村卖枣的吧？哎，我不买枣，我去买几幅农民画。哦，卖画的，卖画的啊，正宗农民画的啊。呀呵，兄弟，哎。这画你画的？对呀、啊，这画叫什么呀？大哥，啊、我这个作品叫《早春二月》。哎，早春二月。哎，早春二月，枣花村的枣，枣花村的村，早春二月。怎么样 ？Beautiful！ 兄弟，这画我要了。哎呦，兄弟，等会儿啊。不是怎么？不是大姐，你因何发笑啊？大哥，哎，你是想卖农民花吧？对呀、啊，你知道不？啊，我们村那是国有名的农民花之乡。我知道啊。要过年了、嗯，来卖花的人特别多。嗯，有识货的，有不识货的、嗯。他这个花肯定能卖给那不识货的。哦。你那意思就是我不识货呗？我没有说。啊，反正他不是农民花。这怎么不是农民画啊？你想啊，农民画你不得反映我们农民的生活啊，你得有农作物吧、啊、像什么庄稼呀、牲口啊、西瓜呀、土豆啥的。不是，他这上不画俩地瓜吗？哎，我画的不是地瓜。我跟你说，不是地瓜，我知道、啊、他不懂，俩烤地瓜吗？还是地瓜吗？什么地瓜、啊、我画了俩大枣啊。啥？你画的是枣啊？对呀、啊、哎呀，你这枣画的也太嚣张了吧。我就让你看着我这个枣 啊，像枣又不像枣、啊，不像枣又像枣的那种感觉。哦，我明白了、啊，跟他一样、啊，前面看像个爷们儿，后面看像个娘们儿。这啥什么呀？行了，兄弟，这画我要了多少钱？哎，大哥啊，我的画在城里、啊、一平尺200，哦，到了这儿一平米200，啊，今天碰见您了，多少钱吧？一平方公里200。不是他老笑，你等会儿。不是大姐，你又因何发笑啊？大哥，你傻不傻呀？咋了？早春二月，光有枣，咋没有我们村呢？啊，
我主要想展现的呢。兄弟，我觉得大姐说的是很有道理。什么呀？我买的是早村二月啊，你光给了我俩枣，没给我村啊，缺斤短两啊。哎呦喂，大哥，你这是啊？来来来来，你坐啊，大哥啊。你抛开这两颗枣不要看啊，你看这空白的地方，你看见了什么？啥没有啊？那怎么我能看见，那你就看不见呢？嗯，你能看见？对呀，你看见啥了？展开你丰富的想象力啊，仿佛你就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村庄，坐落在群山之中啊。一个老村长，哎呦你小点声，你站在村口高声大喊啊，乡亲们呐、你们看那满山遍野的大枣长得多好看呐、大冬天的树上有枣，对呀、满山遍野的冬枣长得多好看呐、来举起酒干杯。他们村长是山田芳。你再看那边，老太太扭起了广场舞。你再看那边，乡亲们舞起了长龙啊！你看见了吗？你把它画上，我不就看见了吗？我说兄弟，拉倒吧。不是，我觉得这画是让人看的啊，不是听人说的。不是，你快行了，我还是到村里看看那正宗的农民画去吧。不是大哥啊。你为什么非得选农民画呢？不是我非得选呀、我爷爷当年在这个地方工作过，我这次来这儿旅游、我爷爷说你回去的时候必须给我带几幅正宗的农民画。有啊，早给咱爷爷预备好了、爷爷你看，不是大哥你看啊，你看我这回啊不但画了农作物，我还画了匹马。哎呦Beautiful， 行，这话我要了。好嘞。哎呦喂！哎呀！我说大姐，你叫秋香吗？你咋知道那笑名？那没完没了的笑呢，这又怎么了？不是大哥，他画的不是马，他画的是骡子。嘿，不是兄弟，你也是啊？你看你这个马画的这耳朵确实它长了点，是不是？我不是要跟你们较真儿，你知道不？我跟你们说，你们别说了，你们根本不懂我的意思。不是，大姐，要不我就买他一副吧？我觉得这兄弟确实他多才多艺呀、你卖吧，反正他不是农民花。我这怎么不是农民花了？你就不是农民花。我怎么就不是农民花？你说大哥，哎呀，不是啊。大姐夫你不要生气，我不是说你画的不好，我也不是想搅和你的生意。你别的话我不懂，你要说农民画你必须得了解我们农村的生活，要不然你画的再好也不可能画出好的农民画啊。这谁说的呀？来，你把你们农民画拿出来让我看看。那手机里还真有啊，你看。Beautiful， 大姐，这话是不是叫丰收？叫手枣哩。啊，对呀，我好像都能闻到那大枣的香味儿、还有吗？你看 ，Very beautiful， 大姐，这话是不是叫喜悦？叫挣钱哩。对呀，大枣卖的可不挣钱了吗？还有吗？还有吗？你看。Very beautiful， 大姐，这幅画肯定叫幸福。叫美滋滋。对呀，太形象了。你看这老大爷美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他是张大爷。张大爷。张大爷是个画家啊，城里人。在我们枣花村一住就是30年呀。哎呀，谁家生娃了他给画幅画，谁家娶媳妇了他给画幅画，谁家盖小楼住新房了他给画幅画，全村500多户啊、家家都有张大爷画的画，老爷子没有收过乡亲们一分钱呀。哎呀大姐啊，你看这张大爷多像一棵枣树，他的根扎得深呐，所以他枝叶才茂盛，结出了果才甜，老百姓才喜欢，对不对？大姐，走，咱们到村里看画去。走，等会儿，你们就这么走了吗？咋了、
大姐，我也想去。太好了，大姐夫。哎呀，农民化接地气，我的生活最给力。追求年轻的高原。